你有一颗西红柿，这颗西红柿可能有机会卖给羚羊或火烈鸟，可能有机会卖到北极圈内，卖到某个小岛上，或者会被摇滚的青年们狂热追捧，可能成为孩子们痴迷的玩具，也可能突然价值连城。这颗西红柿可能会变成很多有趣的新玩意儿，他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机会，就是今天刚说的新鲜番茄，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品牌，可能会进入一些新的领域，甚至变成一种新的潮流。而且还不止这些，这颗西红柿可能会见到很多新的技术，可能会遇到无数新的伙伴，可能会冒出不少新鲜的好想法，可能会变成有史以来最厉害的西红柿。这可能吗？当然可能，巨量引擎相信这些可能都有可能。巨量引擎，激发生意新可能。